来来来，大个讲一定爱甲翕者，讲今仔开这台来。讲偌久？讲偌久开万八？一两点钟啊！一两点钟开万八，啊，搁炸弹落来才食。讲一定爱甲翕者。啊，恁位对来？你们从哪里来？台中哦。我今天台中客人不少。直接在这野餐起来了，直接拎落啊！好啊，冇得哦。有啊，这台真会载的啊！我今天刷了照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收到五千块，收到五千块，哦，伊就是迄个买甲一半冤家，两个还没冤起来。好了，今天大户真的不少，那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应该会有吃播哦，晚一点再发，大概10点再来发吃播。OK， 拜拜。